今天好像，哎呦，美女比较多嘛，各式各样的啊，有高的美女，有矮的美女，也有发育不良的美女啊。是那个什么？发育不良是不是发霉？没有啦，不敢啦。而且模仿人家是有一套的啊，非常优秀的张秀清啊。这个节目你来玩过没有？有啊。来的节目其实不要化妆，化了也白化，水枪一喷，全部都掉。啊！小飞，你今天后悔来不及了。当然，我刚问好久，他们都说没有喷水的。他们都说你讲话会口疾，怎么讲话才这么清楚呢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天天都在家里面念报纸。哦，念哪一段？哪一段的新闻？国家大事。啊，你念的，我们听听看。 忘记。我进城，哎，我们的这黑美人，再来挑战嘛。哦，你好像每次来都没有被水枪射中，蛮可惜的。开玩笑。来，先开始我们点将，老师请了。来。八个小董，又要一楼又，又要一楼又，嘿，我赢了，输了啊。你想看，我要选。苏南威，嗯。 吴宗宪，哎，写到吴宗宪，男性同胞嘛，开玩笑。真是佩服您个人的勇气啊！那你要选谁？季安妹，哎，我选季安妹的好搭档杨希希，哎，是不是？制胜的关键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一集就是没有选到杨希希，就输了，真的。有可能我到把他还是留给你，好吧？来，你还是自个儿用吧。老师点将了。 小董，又要一楼又，嘿嘿，我又赢了，来郑一分。哎呀，选郑一分那，一定会赢。郭庆存，哎呦，你在后面呢，来，请荣登宝座。太好了，来继续了，来，谁，王中快点，季安妹跟这个张秀清这样，哦，那要拼一下，老师来，秦亮。 小董，又要一楼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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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会这样？又要一楼又，又要一楼又，又要一楼又。赢了，抱歉各位，我又选季安妹，季安妹，真的，你永远是属于我的人，我不骗你，过来吧。好，来休息，那我就，我就成全你们这个夫妻档啊，夫妻俩。有没有用一溜耳机在这里？好，怎么样？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 平常一样，我都没有，你们有。声音，叫！哎，也不怎么样嘛。我们来一个，帮着，叫！观众朋友来，吆喝一下，来分配器啊。这个分配器呢，两边呢，先呢，刚开始来看看我们这个，来来来，好来来，知道该怎么讲了啊，嗯，加油啊，我从来没赢过啊。小组队。 121.6，哎呦，一百二十一点六，哎呦，没什么了不起。你看我们这边也很健康啊，干嘛？声音也会很大声的。你是不是队长？哎，年轻力壮。不是队长，小象队队长啊。不要瞧不起我们，妹子，集中点，集中点来。预备。这样也没有用。集中也没有用。不，你们刚刚多少啊？121.6。哎呀，抱歉，我们121.9。 恭喜恭喜恭喜！好，待会儿进行这边，待会儿还精彩内容等你，千万不要走开，继续收看我们的现金满天飞明星对抗赛。
再加油。走在冬季的冷风里，总会想起夏日的太阳。好，今天我们第一个比赛项目就是要来唱个不停。今天我们又赢了，由我们来决定主题。好，来，我们已经选九，以九为主题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好吧。好，来。第一首什么歌？好，来，北汽。美酒加咖啡，我只要喝一杯。怎么样，过了吧？来，五、四。我不醉，我不醉，不醉，请你不免同情我。酒那落啊，听你心肝。啊，通过，来换我们了，来先唱两首。多用力，饮了几杯酒，千杯也未解忧愁。来，五、四、好了，还臭嘴，还没笑。三、一、二、三，朋友来干一杯，干一杯，亲像来饮好伊嘛西嘛西，干一杯。酒干汤的无，我的酒干汤的无。来，五、四、来，三，一杯葡萄美酒代表我真心。哇，无梦，哇，无梦，也有酒吧，来，干杯，干杯，一杯酒，甲饮干杯。酒店唱起金鱼，对不对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我的爱人，你看看，这一杯葡萄美酒。有杨希希在，哪有什么歌唱不出来的？杨希除了唱片唱不好呀，别的歌都唱得不错。来啊，1500块钱，1500元。我们首先呢、啊、旗开得胜啊，我们奉上1500元，鼓励一下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1500块，来，杨希希管的钱。我们继续下个单元，好不好？环宇搜奇，来看看影片题，请看，请看。面前这一盒呢，差不多有10公斤。那我想问问大家，这些能够制造出多少支的口红？你猜猜看。10公斤的口唇膏的材料可以做出几支？计时开始。不是口红，我没有在用，你们用的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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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出来没有？出来了啊！1600支，哎呀，我们差不多1600支，我们1500支，那就看看谁的这个标准答案，谁用的口红比较多，鸡还没用的最多，嘴巴比较大。来，答案是什么？来，请看。你说这些10公斤的容量能制造出多少？嗨，小梦又来告诉你这个简单的问题了，你拿到钱了没有？这一盒可以做3000支口红，不灵。3000支，咱们带两盒回去吧。3000支的口红，你有没有猜对呀、啊？我们最接近，我们标准答案一半1500，两个就刚好再见。人家是问这个，来来，杨希希再去拿500块钱，来，再加500元。哎，好，恭喜你们又得，哎，现在2000元了。那钱这么多不知道干什么？去订房找了。杨希希真的越来越值钱，人家去买房找了，已经钱太多了。不要急，来，我们先把这出题让你们来猜猜看啊，请看，来。尤其带来美女各不相让，最后请问我拿一枪打了小董，结果怎么样？请告诉我，计时10秒钟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把那女的带走了吧，结果就变秃头，变秃头把女的带走，结果我变秃头，我把她打成秃头。
然后来郭靖呢？那个你被那女的暗枪打死。哦，被女的暗枪打死。哦，反正就是我被暗枪打死。来，我们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，好不好？来，请看。还有这种事情，这么乌龙的事情啊！那开玩笑，就要这个出其不意的答案，不然怎么可能会赢到你五百块呢？好不容易五百，拿钱拿钱，不要只有五百啊！干嘛？你竟然怕把裙子撕破是吧？对，很难的，我多么有分寸的。好，刚刚这一期呢，让你们这个小胜一下，反正你们没有钱嘛，我们上次是救济嘛，施舍嘛，无所谓。再来呢，我们要不要再施舍我们一下？不要，再来要看看我要出个题目给你们了。可以。好，来，请看影片题，看。虽然是帮人家的，结果没想到被我们开了个玩笑。对，那么呢，刚呢，我们看到呢，这个有一位小姐还是蛮热心的，嗯啊，有些人呢，但是不理不睬。那么我们现在想请问，最后一个看到你们看到这位人呢，他到底，对，他到底有没有帮这位小姐？来，我们计时开始。他发现没有？他到底有没有？到底会怎么样？这位小姐出现之后，他们他就帮他不是拿那个吗？没有，接下来我觉得应该不帮他，就不理他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他发觉好像受骗了，而且看他眼神、眼睛那么烂，是这样子吗？嗯，应该是这样。其他妹呢？赞成，赞成，好，我们来看小费赞成是不是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好了，请看。果然借故翘头，哎，这我自己来拿就好。你再施舍吗？500块，好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哎呀，好，还有。这个玩完以后，下面又玩别的了。再来呢，这个开玩笑，那就不是光考验各位的这个智商而已，还要考体力，体力的。这个单元很有意思，叫什么呢？叫什么呢？看谁怀孕了。好，继续我们的看谁怀孕了。怀孕的一个就是吴宗宪，看蛮像妈妈，很慈祥的样子啊。对，那么我们这边的妈，哎呦，张秀清啊，年轻妈妈，好，看谁先让对方的小孩生下来。好，先把这个气球把它打破啊。来，预备，预备，开始，开始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啊，我是好像找一个理由一样。这边来了，这开胃不正，开胃不正，加油加油，郭靖准加油！我们这个已经破了，恭喜你们，你们又得了1000元奖金。哎，1000元奖金，哎，来，现金妹妹，哎，好，你们现在累计多少奖金了？4000元，我们奖金多少钱？哎呀，500元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是还1000哦，没关系。我们已经1000元，非常可惜，还是你们赢，不无所谓。我们少一点钱没关系，希望观众能够多了赢钱。今天虽然赢不到钱，也是送奖品。我们的爆炸题要送一个手表，价值13000元。啊，哎呦！题目很简单，很简单啊！大家听我这里，就是说呢，我们都知道白兰地呢是用葡萄做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葡萄蒸馏，对不对？但是是白色的，可是为什么白兰地我们喝的时候是变成琥珀色？来，请计时开始，来。来，这位，为什么？
不对哦。好，不对，好，来这边有没有？那边有没有观众朋友知道？有没有知道的？没人知道，没人知道。哎，这边因为那边都不喝酒的，来这边，来，请讲，来，快时间。正确答案。这位，你是在公卖局做事的，是吧？对，延平北路做事。好，在啊。那请，各位请问一下，你知道那什么木桶吗？什么木的木头？橡木桶，正确答案啊。嚯！因为呢，他把这个葡萄酒蒸馏好之后呢，放了橡木桶储存，经过酒之后呢，跟着橡木桶再去混合，色泽呢流到了个酒里面去，所以变成琥珀色的。正确答案，恭喜你得到我们13000元的奖，哎的手表。来，我们看看手表呢，在这个地方啊。哎呦，还有镶钻的，来，小董麻烦颁奖一下。来，恭喜他。恭喜恭喜恭喜啊！好，谢谢。好，今天进到这边，别忘了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。因为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啊，那真是歌声比长相还要甜美啊，身材也不差。哎呀，开玩笑，这身材呢真是的，上我们的高脚椅都比较困难，圈内只有一个人可以跟他媲美，那就是白冰冰。到底是谁呢？来看他的小档案，请看。张清芳，处女座最典型的代表歌手，直接多情，而且要求完美，编号唱片界的清芳不败。今天咱们来听他的老实话。张清芳既然敢说他很有洁癖，对自己的周遭环境也特别的爱干净，对，好像不是这样哦。真的，谁敢说我不是？那一定是嘛，平常这个家庭的卫生啊、环境啊，你也不会做家事。张清芳是这样的人吗？我只是不会做家事而已，其他我都会啊。不做家事就已经够邋遢了。可是我不会把它弄脏啊。他会做家事，他不会做家事，至少真的。我很老实啊，我一个人呢不会做家事，怎么样可能会把他的环境保持得很干净呢？那是不太可能。看朋友怎么说的。有一天呢，他家里在修水管，然后他找我帮他去看房子，然后我以为他是修水管破掉或怎么样，搞半天是水管不通，厨房的水管不通。我想问他是哈，他好像很少在家开火，然后那个水管那个里面的一些。阻塞物拿出来以后，我发现到是筷子啊，一些餐具。那我想问他的是，你是不是不想洗碗，然后把那些餐具都藏在水管里面，不想洗它？啊，看到没有？张清芳是最爱干净的，就是把碗筷呢不洗塞到水管里面。我要申诉，因为那个房子呢以前有人住过，所以你知道水管堵塞的话，大部分都是前面的房东遗留下来的东西。我进去厨房的机会只有烧开水，我根本从来没开火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为什么水管会堵塞。怪不得他们家就很干净，因为从来不下厨房，只烧开水，家怎么可能脏呢？恭喜你这么不会做家事。不过听说你最近还小顾读书，还没交男朋友啊？没有交男朋友，目前保持单身。对呀、啊，是吗？好，那好极了。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，你理想中的男人是什么样子呢？我理想中的男人啊。他的外表特征应该怎么样？身高像小董这样，不行，那不如找菜头。我觉得条件并不是那么重要，我觉得谈吐比较重要。那为什么小董的样子你觉得不行呢？小董的谈吐不好，最起码找一个比我帅，还是说比我不帅的？最起码这样，高还是不高的？这个不重要，都不重要，口德比你好一点。口德，那意思说这个人他对象还会出现一点？有几个对象还不错，有几个吗？还是只有一个，还敢讲几个？还有几个？据说，据说有一位身高177公分，很懂得生活品味，也很懂得音乐的人，你特别的喜欢，有没有啊？这样的人有吗？有吗？没有吗？据说你们已经论及婚嫁了？没有，这绝对。真的没有吗？真的没有，小高，你害我来上这个单元。还是没有，
豹哥登出来了，哦，他的没有，我要申诉，又要申诉，要澄清。我们曹志桌现在在看电视啊，谁啊？你要澄清什么？曹景德啊，我是敖人，好吧？音乐制作人，那个177公分，177公分的。对女生啊，我觉得。尤其演艺工作，很多女艺人，不要妨碍我们树木的生长发育啊。女艺人啊，最烦恼的就一点，你如果有一天呢，跟一个男性走得比较近，或者是你们只是很谈得来，就会被绘声绘影。好、啊，那我的个性呢，是我对很多事情我都不太加以去澄清啊，澄清，因为我觉得不，我觉得很多事情越描越黑，不如让它顺其自然。嗯、那我又还没有嫁人，所以我并不。把所有的机会给排除，我不喜欢到有一天我年纪一大把的时候，我身边一眼望去都找不到没有半个异性的朋友，那我觉得这样很悲哀。我除了工作之外，我也希望我过正常人的生活。换句话说，你现在绝不定是以这个曹景德先生为唯一的对象，对，是吧？对。好，可怜的曹景德，你高兴了吧？曹景德谁？人家叫曹俊宏。好，我们都知道你前两天到法国出外景去啊，嗯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送一个礼物，希望你回味一下法国的感觉。真的。来，谢谢你参加我们的樱桃树下老师话的单元，送你法国面包。法国面包，让您在重温旧梦，在法国那段美好的回忆啊。怎么样？你对恋爱也罢，没恋爱也罢，要结婚也罢，不要结婚也罢，总希望你一个非常美好的归宿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预祝你幸福双喜猫。谢谢。好，在这边，我们树下交流等你，就要去收看我们的开口笑连环炮。走在冬季的冷风里，总会想起夏日的太阳。还不有多好晴天。年年无私，年终献。这首歌不唱，你更不能算是中国人啊！这对两队得分数了，什么铜金五百，我们要唱了。你看，你们到底是在要饭还是在比赛、啊？你会唱吗？我会唱、啊。老师来，老师来，老师来，我们把给你唱。从小听大。因为啊，这首歌最早是蒋光超唱，是吧？年代同一代的。台风有我，把握今天，年年无私。嘿，哎哎，又是一个背影，受不了。这哇，啊，又到底谁有虐待狂？那看对什么人呢？挑掉，把我来拉了。哎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还有少一。哎